来自新竹中山国小的当家王牌罗浩瀚，是本届 U12 中华少棒队的成员之一。他在上一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入选培训队，但是没有进入最终名单。而经过一年的状态调整，终于成功一圆国手梦。手背吧，我接球时候那个接的时候，我的手套放比较前面一点，然后就接的越来越好。 在母队中山国小，就是教练相当仰赖的选手。而谈到最喜欢的职棒球员，也不难猜，就是洛杉矶天使的当家球星大谷翔平。你喜欢大谷？我呀，你昨天跟我说很喜欢，你不是说你想要跟他一样二刀流？对哦，想要跟他一样啊，投打都可以，这样很强。 从访谈中可以发现，罗浩瀚企图心非常强烈，这也是教练看中的优点。只不过有时候会太拼，让教练有点担心。不错了，他整个动作流畅性来讲是最完美的一个小朋友。不过有时候他会急着表现，然后变成说影响到他的整个动作。对对，好的一面呈现出来，然后再来另外一面我们再加强。然后在这 短时间的比赛，我们就还是以尽量提醒小朋友说，你的优势跟你的弱势，但你只要想清楚了以后，自然而然就会发挥。终于要踏上梦想的国手之路，小选手当然希望可以好好表现，为国争光，让世界棒球看见自己。但教练更希望他们可以享受比赛过程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受伤，才能为球队增添战力。华视体育采访报道。